肖战鲜少上综艺节目，肖战每一次登上热搜都是因为其超高的演技。肖战主演的《王牌部队》是一部军旅电视题材，《王牌部队》开播后遭到不少人的吐槽，认为将军旅题材拍成了文艺偶像片。但是随着《王牌部队》的剧情节奏，收视率也渐入佳境，备受质疑的肖战也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。即便是在多名老戏骨精湛演技的对比之下，肖战也丝毫不输。肖战对角色人物心理的细致把握日趋成熟。